苦了我们的木叔，谢谢。然后啊，辛苦了我们的场控大大们啊，然后清晰，然后把这个节目办好，然后辛苦了我们的美女主播们。我叫笑笑，然后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点点我的直播通知。然后现在去上美女主播们的1到9所一到八所有人的直播通知，关注点一下。嗯，好的，那我先给大家跳一个舞吧。感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刷屏，来送礼物的宝宝们，谢谢。好了，我先给大家跳一个舞蹈。别再玩套路，你把你自己玩进陷阱，愉快的跳舞，不小心就把人生摇成电影。给大家带来了，然后呢我也只是一个串场的，然后希望你能够喜欢，不喜欢的话不要怪啊。然后呢今天就跳这样的风格，然后呢下面有请我们的木叔。好了。